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大晴天，然后我刚刚去洗了一个头发，等一下把头发吹干以后就准备开始做一次大扫除。那我觉得马上就要到春天了嘛，所以想说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来迎接新的一年。加上我过两天又要回趟家，所以顺便把行李也收拾一下。那做完这些大扫除以后呢，我才会来清理我后面的这个书桌。那你们如果喜欢看这个主题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下面这几本呢是我已经都看完了的，然后读书笔记也已经做完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留下来的书我会清出来。上面这两本是我这一次回家要带的。这些书呢，我一般会堆到十本左右的时候就拿到一个叫多抓鱼的公众号上面去卖掉。这边就是我清出来的一些不要的衣服，就是平时不怎么穿的衣服还有鞋子。下面这些呢就全部放的是我觉得不太喜欢、不合脚或者穿的不舒服的鞋子。
멈춰버린 시간들은 또 follow follow 좀 people say 넌 너무 착해 조금 더 나빠질 않게 말해 궁금해 yeah. Should I change because of like them Nothing more than just in one page 변하지 않을래 이게 나인걸 Why should I change just in one page 변해야 할 건 내가 아닌걸 더한 상처가 날 비웃고 한 배신이 다 그쳐도 안 될래 난 이 아픔도 다 Just like one page 잠겨진 기억들마저 都是在这个多抓鱼的公众号上面卖，那关于有一些他卖书的规则，大家可以直接去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看。另一个公众号呢叫飞蚂蚁，这个我还没有尝试过，准备这一次来尝试一下。他这个上面就是可以卖旧衣服还有旧鞋子也是可以的，